车灯问题找易建光，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一台2005年的初代威喜。车主是在3年前啊，已经在我们这边改过鱼眼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即使过了3年，它鱼眼的透镜部分还是非常的透亮，没有雾化的状况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亮度数值。现在减去环境亮度之后，亮度数值大约在2400左右，毕竟3年的灯泡会多多少少有一点衰退。我们在做了一个全面的鉴检之后，发现除了灯泡衰退这个问题之外，其他一切都正常。然后客户因为我们12月份的老客户鉴检召集令这一个活动，欧司朗灯泡有89折的优惠，所以他决定换我们的欧司朗 5500K 的灯泡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数值是如何。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数值减去环境亮度之后大约是7500左右，就是比早上提升了3倍，相信车主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会非常有感。如果您还有想看的车主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